钱塘江是杭州的母亲河，它孕育了杭州历史的人杰地灵。在这里，新的城市计划正在孕育，宏伟的进程悄然发生。钱江新城、钱江世纪城成为杭州新的城市中心，这里将是金融科技的热土，也必将是人文和生态的聚集地。2022杭州亚运会正是城市发展进程中的一次重大机遇。亚运村是亚运会期间运动员、媒体人员和技术官员的居住场所，赛后将转化为国际社区，代表杭州这个举世闻名的宜居城市在新的世纪对人类居住理想的新的贡献。亚运村国际区地处亚运村空间结构主轴，即中央水轴与亚运生态轴，这是亚运村公共活动发生的主要区域，也是亚运形象的主要展示区。基地由三个片区组成，西片区主要包含博物馆、音乐厅和图书馆，东片区是青少年活动中心的所在地，北片区则是体育公园，包含了社区体育中心、社区商业中心、社区文化中心三栋主要建筑。Waving your banner